要说目前客满那个。赶快打扫好。民宿终于正式营业，迎来客人夏雨乔跟宋宁桦。嗨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是的，欢迎真的要招待我们，真的不然嘞，那我们就真的要放空喽。好啊好啊，来来，请进请进。毕竟这里景观好，气氛佳，一进大门就只想放松一波。实境节目第二季开播，观众讨论度更胜第一季，收视也创下好成绩，高点落在陈意涵失控这段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之间可以结束，雷锋很高。好哇，你们当然不团结啊，团购啦。就是因为客人本来许愿想要有海上活动，活动组长陈意涵精心安排联系教练，结果一到场马上反悔不想出门，气得他当场离场，怒轰其他同事不团结，集体霸凌笑翻大家，网友直呼超级失控，笑到不行。你再抽一下自己的那个料，你把它制作很屌。我通常都直接给别人吃，他们就哇。介绍一下，但我有两种。OK， 其实就是大家都什么？周兴哲则是担任餐饮总监，虽然介绍时有点辣差，但这回大展厨艺也让大家好惊喜。认为会创作又会煮菜，也让大家期待他跟二厨张广成会端出什么样好料，满足大家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